大盘鸡因盘大料足而得名，在中国家喻户晓，令人印象深刻。这道火遍全国的传统菜肴，神奇之处在于令各地口味迥异的人们纷纷折服在它的美味之中。乌鲁木齐位于新疆中部天山北麓，是新疆首府，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。在这座天山脚下的时尚之都，你可以随时品尝到风味正宗的大盘鸡。正宗的新疆大盘鸡讲究的是鸡肉的香嫩与嚼劲，土豆软糯甜润，汤汁浓厚鲜香，香辣十足。色彩鲜艳的配料彰显了新疆人的豁达与火大。盘底衬上的宽软皮带面更是余味生香，种类丰富的食材相互竞争，多元相遇却又和谐共存。大盘鸡已成为新疆人记忆最深刻的味道。新疆足够辽阔的地域，决定了气候环境、生活习俗的多样性，也激发了新疆人对美食的创意。在乌鲁木齐的大巴扎，青烟缭绕，香味四溢，共同编织出舌尖上的美食王国。人们在这里享受美食，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，随处领略多民族文化交融又能和谐相处的民族风情。乌鲁木齐这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，已成为连接着中亚、南亚乃至欧洲的时尚之城。